希望大家都能够支持我跟 Sapphire 哦，大家10月26号见。好，我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是 Sapphire 的7790哦，它拥有冷流双风扇的技术，那它比一般的公版温度低20%，而且它支援免 DP3 萤幕哦。假如购买这系列的显示卡的话，我们就送从7款热门游戏选择一款让你带回家哦。